要谢谢吕云逸教授。我叫蔡新炎，今年42岁，然后我现在是在真理大学台南校区的游泳池担任救生员。从我15岁到19岁吧，这段期间都是在国内的蛙式是第一名。当时国内给我一个蛙王的一个封号，这样子。刚开始觉得说，哎，我觉得很光荣。可是当后来有一些压力在的时候，一些压力指得下来说，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刚刚那个动作是不对的。你所以有一阵子，我偏偏会去凸显，我就是要这样子，会让一些长辈或是有心人看到的时候，他会更认为说啊，你这个吸引啊。啊，再加上说，因为制度的错误，啊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，之后就慢慢的就淡出来了，这样子。我做过水电的工程，然后送过瓦斯、发海报啦，我不会觉得羞耻啊。那他们也是说，啊，你为什么不去考个教职啊？那我就跟他说，啊，教职不阿多啊，我的学历不高啊。我们那个一个潜水的高教练，他就说，啊，你要不要科大学的干单啊？我们几个学长吕云逸教授的，你真理大学家在做系主任呢，啊，你来报名，应该是在他应该会给你有相当程度的帮助啊，这样子的。那我就来考啊。离开学校10几20年了哈，回来之后真的是很多事很陌生，有一阵子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结果吕主任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一些学业上该用的东西，再加上说游泳池刚好有缺人，他主动就跟我们的体育馆的馆长推荐我过来，那我就很感谢，我就马上过来这边，就白天在这边上班工作，晚上就上夜间部的课。让我有很大的空间去把我的学业上面再完成，所以我真的要很感谢吕云逸主任。更重要的就是说，将来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当老师，然后把我这个游泳的一些经验传承给下一代，去教导他们。